同性，看到成佛的过程，看到成佛的菩提心，佛怎么样度众生，你永远不要舍弃它。但是你抓到这个真理，为什么不舍弃？因为你要让这个真理给众生，所以一方面抓着众生不放，一方面抓着佛的真理，你把这两个捏在一起叫空性。因为一切里面没有自己，只有成佛的菩提心跟利益众生的悲心，这个是证得空性最快的方法。所以利用这个幻化暂时的世间，不执着它，只要好好的去实践佛法。那各位要经常这样思维，然后呢用经典来帮助你调整你的思维模式啊，《金刚经》的空性，《心章》《心经》的空性，哇，普门品的方便，《华严经》的菩提心的修行的方法，不管任何经典啊，《药师经》的实修啊，《八关斋戒》保持无嗔恚平等心哦，来修药师佛，反正经典所说的都变成你的思想跟行为。当然你愿意在家度众生就在家，你觉得你出家度众生比在家更圆满，那你就出家。但是就千万不要出家就停摆，也千万不要在家就不度众生，因为度众生是众生的。就像很多人说比丘尼不能度众生呢、啊，你是开什么玩笑，我们证严法师是比丘尼呢啊，你为什么证严法师可以你不可以呢啊，佛陀可以成佛，你为什么不能成佛？佛陀过去杀过人，佛陀过去强奸过女人把对方给杀了，佛陀什么坏事他都干过了，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在这样情况他都可以成佛呢，你为什么不原谅对方？你为什么不原谅自己？你就一直努力就对了。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多一定要多看经典，因为你看了这些经典，把佛的思想变成你的思想。就像我看地藏王菩萨，我就发愿我要成为地藏菩萨的分身菩萨啊！我看莲花生大士的教言，那我要让莲师入我的心，也让我的心融入在莲师的心里面。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睡觉，我都化为一个点，一个空性，融入莲花生大士的心，莲花生大师的心态融入在阿弥陀佛里面，阿弥陀佛在融入在普贤王里面，然后你就因为习惯了，所以我变成莲花生大师，因为我在实践莲花生大师的心跟教法，我变成地藏菩萨。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各位至少在八关斋戒的时候啊，你要保持，我知道我这24个钟头应该要怎么办，我要保持在这样子的身口意的状态。那你保持在这个状态，明天虽然八关斋戒过去了，我还是希望保持这个状态啊。但是世间的事情太复杂，你还是会失去正念，所以7天就要受一次八关斋戒，恢复那个状态啊。1个月6天，乃至1个月10天，你要保持在这个状态，这个叫念佛、念法、念身或持咒，什么名词随便你，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反正都是保持正念，因为动机不一样。南传佛教是为了解脱，保持在四念处，大乘佛教是为了成佛，所以保持在菩提心。你用诵经来入佛的三昧，你用持咒修于鬼来入佛的三昧，都对啊，没有谁高谁低啊。所以我在这边也告诉各位，就是说不要迷信我是藏传佛教的，或是骄傲我是汉传佛教的，重点是你有没有入一个大乘的菩提心啊？那汉传佛教的精髓是什么？经教太重要了。藏传佛教的精髓是什么？论跟仪轨，保持在空性菩提心，哇，这个也很好，通通好，你要全部吸收，你千万不要偏一边或是排斥别人。如果你排斥别人，你就学不到他的方法，下辈子你换你投胎去西藏，你不会度半个众生啊，因为你没有学到他的精髓。下辈子你又投胎在泰国、缅甸，你还不会度他，因为你没有学过出离心南传佛教，你怎么度他？你不能说不，我不会投胎到那边，你太自私了，你有文化的这种坚持的观念。这个时候菩提心才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你不要管来世，你现在把你的圆满的菩提心一直放在你心里面，产生那个行为，那树往这边久了，岛一定就是这边了，一定安置在菩提心，你会进入菩提心的世界，乃至呢你会进入菩提心的轮回去度众生。
但是不要坚持。我常跟很多法师说，你这辈子在这个派那么久了，下辈子换一派嘛，你可以学一下，你为什么干嘛一直卡在这一派啊？传承，传承，你已经传下去就有传承，不是你再来传，啊，这个观念，比如说我介绍这个传承，我就可以去传了。我们汉人是这样，我得到天台宗的传承，那我的师父就跟我说，你已经得到传承了，那你要去修这个传承，你要把这个传承传下去，因为他把他传承交给你了，而不是他又来传给我，不需要这么做。所以我想，现今的社会，那要有善巧方便，用什么方法？我这样讲不见得对，但是我只认为，怎么样推动佛教，是用什么方法最有效？那个，各位要保持在你的念头里面。那当然，你念头已经空空了，所以我师父说，多看佛经，不然你不知道想什么，脑袋空空睡觉啊！你也不要让自己，你一定要有佛陀的思维啊，深入经藏，智慧如海，那才能产生慈悲的行动。所以你要深入经典，但是你也不能看经典而每天在享受经典的法喜。和不去度众生，你不去度众生，那你修佛法干嘛？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刚刚我们阿妮在这边念，我昨天说这个才是闭关哦。你看对着牌位在念哦，对着那些被杀的猪在念哦，这个强过于闭关几百世哦。这个观念要建立啊，千万不要说我舍弃了众生，我来闭关啊，免得说我没闭关。啊，免得说我没有修完多少遍，好像被看不起。那为了这个成绩单在毕啊，或是在念咒啊，那会产生傲慢的毒哎，会伤害。啊，现在的众生需要我们帮忙，那我们就要帮忙。就像我现在在闭关，外面有个人快死了，我就把门打开出去了，对不起，出关了。等他解决好，我再进来。所以我这次美国去闭关，闭关一下狐狸叫，一下那个。兔子一下那个山猪来，我就门打开去布施食物了，那个叫闭关。啊，因为他们来干嘛？他们来就是要求食物啊，求食物借着机会给他皈依啊。我不能说对不起，我还在念啊。因为你要随顺因缘，佛菩萨会创造因缘让你去突破你自己，但是不能把它变成一种这种机械式的硬压。学佛不能硬压。学佛是要自在，却不离悲心，所以念一下观自在。哎，我很喜欢玄奘法师观自在菩萨啊，你能够所以观自在翘着二郎腿这样半躺的那个叫自在。为什么他可以随缘自在去度众生，而不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当然，这是个人的体悟，所以。看着佛像，你去思维，你就好好思维就好。看着地藏菩萨，一直去想，一直地藏王菩萨他在想什么？他拿锡杖是什么？他拿如意宝珠是什么？他穿的袈裟是什么？他为什么？你要一直去想就好了。他为什么要戴着毗卢帽？那五方佛代表什么？那你就进入佛的思想，这个很重要。每一个法器，这个红色代表什么？这个佛像代表什么？各位你都要问，你不能说反正那个叫风马旗、五色旗代表什么意思？我哪知？啊，反正买钱买来的，那你要去研究研究每一个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它这个一定有什么意义，这个叫秘密，就是说你所一切的你看到它真实要用的地方。哦，每一个法是什么？所以密宗里面的佛像就特别有法器，手很多，表情很多，每颜色不一样，但是用这个去抓到那个重点，抓到重点不是懂了就算了，而是要把这个法。用在苦难的众生里面，所以各位诵地藏经最好观想地狱在我面前，好苦啊，十八地狱各种苦，我要开始念喽，超度，因为你要帮他们嘛，而不是我念地藏经有多快有多慢，我理解有多好，而是这个地藏经是连接着众生的苦。好，对不起啊，各位有听我熬时间了啊。我想说太早结束又不好意思啊，但事实上各位已经有两个法师加上我两个半，对不对？然后又有阿妮的修法，又有这个做供养，
然后呢，又点万灯，又水，又超度，这个我们菜很多，菜色很多，啊，那是希望各位要保持这种状态。我真是如此，我一个人住一两天在某，我就会什么都做，什么都做，水灯啊，阴供、金家阴供、药供，买什么药，我好像在配菜一样，啊，配完以后，我现在帮你念什么，我一整天下来，我觉得这个很好，可以做很多善事，啊。当然，这个习惯养成了以后，那我现在面对有人、有众生、有情在我面前，那我也会很善巧方便，讲好听的话给他们听，讲笑话给他们笑。就像我昨天，我怕我们阿妮无聊，来，我带你去 shopping 豆干店，对不对？我带你去吃饭，你要安排点节目嘛，跟你海涛法师在一起多无聊啊！所以你要安排一点节目，按照有一点差不多了，回去睡觉，明天再来，啊！所以各位你要会懂得安排，对不对？就像一个这一团20个人让你带，你要让他觉得，哎呀，精彩呀，吃得好，睡得好啊，啊，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又不会枯燥无聊。那你要去思维，你不能，反正我这个人就是不讲话，再见。那是你的个性，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耍个性啊！我们是要显现佛法，去帮助对方。所以我常以为，各位，我们幸不幸运啊？太幸运了！盈盈摩逮起，坐在这边听法师表演，而且把佛法的精髓都给你了，你还悲伤什么啊？你还骄傲什么？这个都不必了。师父，你要说。我明天死都欢喜，今天晚上死我也谢谢你啊！因为朝闻道，夕可死也，对不对？孔子说的，我得到佛法了，太好了啊！我要马上得到快乐，马上去利益众生，没关系啊！你明天可以讲，你堕胎两个算什么？我堕胎五个没问题的，我这5个都升天了，去净土了，我顺便帮你超度，我告诉你方法。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被悲伤打倒啊！完蛋了，我儿子不孝顺；完蛋了，我女儿怎么？完蛋了，那你是自己找自己麻烦嘛？你要想的是众生的苦不会伤害你，你想你自己的苦会伤害你。那自己为什么会苦？那你要忏悔啊！这是我造的恶业啊！那为什么造恶业？因为我有贪嗔痴啊，所以才会造这个恶业啊。那为什么会有贪嗔痴？因为我没有空性啊，我有我执啊。所以我一定要改变我的思路，不要用我的想法，用我执，我要看经典，要用佛的菩提心来做事情啊。那你要懂得改变你自己。所以很多时间，各位要以孤独面对自己。那孤独不是无聊，是我要强烈的在净化自己。所以保持闭关的状态，因为内心里面就保持在佛法的菩提心的状态，在你心里面，八关斋戒，对不对？我们保持在一个清净的戒体，一个菩提心的状态。但是凡事干扰不了我，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真实永恒存在的。再大的快乐，再大的悲哀，再大的痛苦，它只像演电影一样，一个虚幻的、假的，就像做梦一样，没有什么好快乐跟痛苦的。但是唯一的意义，你讲利益众生、慈悲有情、成就佛道。所以我讲完了，各位要不要出家？还是要发菩提心？随便你啊！但是就不要活在消极的、悲哀的啊，或是什么骄傲的。现在你给我做100次皇帝，我都不羡慕，因为我有佛法太重要了，对不对？我用佛法去利益众生，比100个皇帝功德还大。所以各位愿意乖乖坐在那边听我讲，让我觉得我有活的价值啊！对不对？因为佛法已经让你听进去了，就算你听不懂，也种点善根了。我在持咒了，你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结个善缘比较重要啊。所以各位要保持这样的悲心啊，最好放我一个人在海边。所以我这两天住在自在海，很爽。5楼呢，做烟供没人知道，风那么大，轰轰轰，哇，吹熄了，我晚上不舍得睡觉，那睡觉烧完了。没烟了怎么办？所以我写了很多牌位啊，做烟供、洒水啊，哇，反正看着大海，念一下慈悲如大海，
信心如阳光，菩提如高山，精进如强风。哇，昨天晚上风可大了。再来，忍辱如大地，功德如树林。那些花花草草都是我们的功德，我们要种尽各种功德。所以每天要让自己这样子。所以各位讲完了，出去打仗吧，开始去超度吧，去利益众生吧，要有这种想法。我懂了佛法是要用在人身上，这就是我出家的意义啊！我读了《地藏经》以后，我就开始去带团。我以前在公司不用带团的，带团干嘛？我讲《地藏经》给这些准备要造业的客人听，他们晚上要去找女人，要去吃海鲜，先听我讲《地藏经》。我都回家，那个导游没话讲，叫我来讲。我以前不讲话的，我以前只有打麻将、钓鱼，我讲什么话？我太太太会讲话了，根本不需要我讲话。那时候我现在懂了《地藏经》，开什么玩笑？我跟你们讲，导游你不用讲，我来讲，我付你小费。因为这一团跟我在一起15天，我要让他们懂得《地藏经》，吃素啊，我的任务圆满。不但我讲，我每次去寺庙啊，我就拿着麦克风，全部人都听我的，我来讲。对不对？那些导游说：“哎，你讲的这个东西我们都不会。我看经典呢，你没看，对不对？我讲地藏菩萨故事，观音菩萨的手，释迦牟尼佛，净慈寺啊，杭州灵隐寺啊，我在那边讲，所以我那时候声音就开始变大了，因为我不吼不行啊，他们没听到多可惜啊！拜佛是什么意思？降服自己，对不对？要讲给他们听。点香什么意思？戒力，对不对？”然后一直跟他们讲，他们眼睛都看着我，哎，这个蛮好听的。后来想，我出家不错，因为有利用的价值，那我生命的意义就开始了。我可以被利用，我可以帮助别人。所以各位，开始讲经说法，好不好？要讲，不要再骂人，骂人那么厉害，又不会讲佛法。所以我发觉有些人口才很好，拿来讲佛法多好。跟我们那个这两天，我们赞扬法师跟我们。他叫什么名字忘了啊？彭奇磊，哇，那口才真好啊！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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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后面都我被他逗了都快乐啊！这个男孩讲佛法多好啊！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很优秀的那一面，就把这个你把你的优点奉献给众生，这样对不对？缺点呢，自己包着用吧啊！但是你的优点是什么，你就用吧，表现佛法的味道给别人看。所以像我师父常叫我，你穿这个衣服在街上走来走去，好好，风要飘的时候故意去走比较好看啊。我们那时候恒春的洛山风可大，飘了可远了。那我在街上走来走去，实际上是热的要命。但是我师父说了，这样飘啊，搞不好人家看到你飘会出家啊。你要用各种方法去度众生啊，念佛很庄严啊，念给你看。给你看所以就像我们在唱诵很庄严，可以度众生，敲钟很好听，可以度众生。那现在呢，我是用一个佛法快乐的心来度众生，对不对？快不快乐？快乐了，不要再讲那54321了，就讲佛法就好了。那为了要讲佛法，多看一点书啊，对不对？增加讲话的内容啊，就像我们湛江是看了很多书，你叫他讲什么故事，你就按键他就讲给你听。你要布施的，还禅定的，还忍辱的，讲给你听。反正我就准备好了，所以我想各位要如此给人快乐。我告诉你，当你用这种心的时候，像我现在这样，请问我身上冤亲债主有没有超度？他的就给他给超度了，了解吗？多快乐！我这个冤亲债主真会讲佛法，帮我超度了。我也把各位超度了，只是我发觉好像没超度到你，我笑了老半天，你也不笑，很奇怪。你一定冤亲债主卡住了。当你放下啊，我很专心听佛法，你冤亲债主也超度了，心连心嘛。他每天都盯着你，我要让你死，你生气我就让你高血压啊。当你一放下的时候，你也把他给超度了，他也感受到这个佛法。所以我想，我这个人呢，你要死的最好找我去，你一定会笑得死。这样，我这个人该幽默我就很幽默了。你病得越厉害，太好了，消业障，是不是？这个痛，这个就是菩提心。你没有这个痛，怎么发菩提心呢？对不对？赶快跟我念佛，不念佛干嘛？痛死你！我跟你讲，
赶快念。你要有方法的，那对方觉得像我妈也是这样，我妈这样啊，我没戏啊，我讲阿弥陀经，她都醒过来了。我讲得很大声，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看脸书啊？海涛法师表演给你看，对不对？我在我妈快临命中讲佛说阿弥陀经，讲完咳嗽一个礼拜，因为我喊得很大声了，我一定要我妈妈应我的话，哎，不要睡着了，要说好，要念阿弥陀佛，要发菩提心，好 ，OK， 没问题，这样解决了。我儿子都出来跟我握手，你好厉害！我说你才知道你老爸出家干嘛呢？对不对？他出来跟我说，哇，厉害！对不对？因为我儿子在啊，那一天我徒弟通通来表演给你看，以后说如此照办。因为什么？有人在看啊，我妈妈也在听我表演啊，对不对？冤亲债主、医院的鬼那一天一起超度。你要给这种精神，我妈说没问题，没问题，对不对？我讲完第四天、第五天，他就超度了，这样直接上品下生极乐世界，我有一点满意。再来就负责中品上品，这几天全部我妈妈今天是第五期，过几天大年初一刚好七期圆满，这样他超度了我大概就超度了明年是我的，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叫倒霉年啊，什么事都倒霉啊，明年我就放光了，这样所以我都保持永远精进的心态，越倒霉越消业障嘛，对不对？因为这是自己该受的业，所以我今年挣扎的蛮厉害，什么事情都不顺的，这样但是我认为这个也就是一个这个要脱壳之前总是要这样的永远的挣扎。但是所谓明年大好，那我是更苦而已的，糟糕戏，我跟你讲我要跑到死掉，讲到累死，因为我要有做不完的事情所以明年开始我们要开始做什么？来，慈悲基金会要在世界上做慈悲协会，要在世界上去做所有慈悲的事情希望大家加入啊，加入你说什么都不会，那就河边洒水就好了 OK 反正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做你什么都不会念阿弥陀佛，哎呀，我天天带你去殡仪馆念佛，到你念到吐血你怎么没有事情干？你就殡仪馆没人念的，人家念要钱，我们念不要钱的我想你没有理由说你不会的，对不对魂木区让你管好了，你花莲魂木区都你管你哪天会做烟供念地藏经念到你发光了，人家正言法师关起门来念法华经，你的房子都发光，那房子都还在，你也去魂木区盖个房子念地藏经好了，对不对？以后这边也有一个地藏菩萨又跑出来了问题是用心就 OK 了，对不对？所以我认为的这些各位困不困难，可不可以成佛，小 case 没问题，因为我听到佛法我怎么可能不成佛呢？你有这个法喜，老婆跟人家跑去去去去 OK， 老公去去去，儿子死了正好超度，没什么了不起，真的我都想清楚了，我要出家，我太太说要自杀，顺便把我儿子杀了，哎呀，伤心三分钟 OK 吧我没办法，我负责超度没问题，你越担心他自杀就真自杀，你放下了他就不杀了，奇怪，女人很奇怪，你去死吧，我就不死了，这样很难听了，就是说我不怕你自杀了 OK 了，他就不杀了，你越担心他就冤亲债主就是障碍你让你自杀，对不对？让你苦不了，因为他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希望各位不要让你的弱点让你的冤亲债主知道，冤亲债主就知道你的弱点抓着你不放，谁叫你要，你在追求感情，感情债主一个一个一个接来追你你怕被杀，他就成为你的杀业债主，你要无畏，什么都是没有，什么都是假的，杀死也无所谓，我还在念佛嘛你把我钱全部偷走，我还在念佛嘛，所以你要放下一切，这个叫出离心，什么东西都卡不到你，什么东西都不会惹上你现在我只是老实说了，我现在活的是尽量不让人家造业而已，因为我不会造业所以让别人造业不好，所以尽量不要让别人骂我，能闪就闪，对不对？尽量别人不要让别人爱上我，能避就避所以因为这些不好，
所以，但是自己不让人家造业，但是自己默默的回向吧，默默的祝福。好，那我本来要让各位问问题的，要不要问啊？三个就好，没问题就提早下课。我们要回向，今天回向，明天上午我们湛乐法师要带我们念地藏经啊，下午我们再来心灵讲座，好不好啊？看各位心会不会变呐、啊？这样心灵讲座讲了老半天，你那么固执有用吗？啊，老实说，我有一点点会看别人的心呐、啊，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做一个法师必须要有的，这也不是什么神通，只是你在我面前，我就大概知道你快乐还是痛苦，你在想什么啊？有没有想佛法这样而已了。所以，如果你没有想佛法，我就觉得，怎么这样子？你怎么不想佛法？你想什么呢？啊，所以，但是想佛法，他心里就会放光啊，就自然的问题，就没有别的，心里欢喜，我在想佛法，我在意念佛法，我想要去帮助别人，那样就好了，啊。那我想各位要让自己保持正念。好，再来这边一个问题，他说他的小儿子这些日子睡觉时，常常有人压他，让他不能动，身体发麻，却叫他的名字不让他睡觉，困扰他，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冤亲债主。那你就像我现在帮他这个冤亲债主取个名字，叫慈静。啊，慈悲清净了、啊，然后你要超度他，因为你儿子欠他嘛，超度他就帮他写牌位，以后帮他参加八关斋戒，明天来参加法会，买2包食物来，对不对？一包供佛，一包为他超度，你为他点灯，明天还会点灯供水。然后呢，这个冤亲债主超度了，那你儿子就好睡了。当然，你也要跟你儿子说。你要跟你的冤亲债主忏悔，忏悔啊！师父帮他皈依了，所以再念一次：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法名慈净啊！然后呢，当然你也借这个机会让你儿子相信这个。如果他这样皈依了，他好了，哎，他也要来皈依哎，对不对？所以他也要来信因果哎。所以我想，来法会功德回向慈净。我不会先念你儿子名字啊，我先念他呢，他高兴了，你儿子就好了。你不要说法会功德回向黄庭威、慈静，气死了啊！你一定要先回向冤亲债主。所以来法会功德回向慈静及慈静的父母祖先，累劫累世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啊！这样慈静快不快乐？哇，你对我妈那么好，你要这样回向。那全部把它回向完了以后啊，那再回向你儿子就好了。回向你儿子干嘛？懂得佛法不是好睡觉，要懂啊。最重要的是他懂得佛法，他懂了佛法，他就会好睡觉啊，他就知道怎么样忏悔。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的，腰痛有腰痛的冤亲债主，然后呢，眼睛有眼睛的冤亲债主。如果女孩子腰痛，大部分都是堕胎了，就没有别的理由啊。或是腹部痛，那就是堕胎吧，啊，那如果你有堕胎胎儿，你就要真心的回向给他，记着他的名字。所以你的冤亲债主，你一定要背下来，时时刻刻想到他，对他很好，他不超度都很难。因为很多女生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堕胎？有2个，有没有记名字？没妈了，保证没超度，因为你连他名字都给他放下了，他还超度。你要记着他，随时念他，所以。”像各位有写牌位，就请法师写个债主的名字，啊，这个债主名字你就拿来念下来，经常念，经常念，都想着他，替他做功德，洒个水，都是这样啊。像我现在没有东西，我手上有水哦，我冤亲债，我帮你布施水哦，上供下施，他会感动的，对不对？然后几次几次，他就超度了，升天了，自然的，还成为你的护法了。那问题是你对他的。放在把它放在你心里，因为你对不起他，啊，千万不要把给人家放下了，欠人家钱要放在心里。哎呀，我欠他10万怎么办？没还他很不好意思，要这样，要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以后经常回向。所以，但是冤亲债主无量无边啊，
但是无所谓，那我们就有无量无边的悲心，有无量无边的修行的助缘。所以最主要是众生都没有冤亲债主，这才是你活着的目的吧，要发起这样的想法。好，我们来先回家，来愿以此功德，大众发心受持八关斋戒，地藏菩萨殊胜功德加持，佛前十供养，甘露施食，药师烟供，替身多玛，解救生命放生功德，恒尼菩萨修仪轨功德，听法师说法功德，供养僧伽功德，点万灯功德，供万水功德，昨日肉品市场超度法会各项功德，明天所做功德。所以各位你要这样念，来，过去所做，今日已做，未来将做，普皆回向啊！而且要随喜诸佛菩萨所有修行的功德，我们都随喜，然后再把这个功德整合起来，一点都不留给自己的，供养众生啊，供养诸佛，反而你自己就达到一个圆满的空性菩提心呐、啊，反而你功德更圆满。所以来，所有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我请问一下，刚刚在念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有意念到佛像、佛经跟僧伽的，请举手。哎，记得啊，还是有人想到，有人没想到，这样念，那你在想什么？念什么就要想什么，了解吗？愿以此功德，你要汇集好，变成光啊。所以愿以此功德哦，然后呢，庄严佛净土你要看到，对不对？啊，十方三世一切佛，哇，放光，你的念头就慢慢改变了。你要开始把你的念头用在佛法的思维、佛像的观想、净土的观想，怎么利益众生？比如说你现在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不是光这样念，我变成观音菩萨，那个老人、那个病人、那个穷人，你就开始在救他了。你千万不要哪一天碰到一个老人，你不会救，没经验，我想过了，知道吧？啊，就像一个女人谈恋爱，她可想久了，跟她讲什么话、穿什么衣服，她好厉害啊。但是那个是自私的。但是佛教里面是，当你在念阿弥陀佛，我要学阿弥陀佛这样怎么接引众生，我要带众生按照四十八愿各种方便带他们到九品，怎么样度他们？因为你在念阿弥陀佛，你在念地藏王菩萨，你已经在地狱里面了。怎么地藏菩萨怎么度众生的？啊，地藏王菩萨的功德是什么？怎么样去帮助地狱恶鬼道？你就已经在学了。怎么让天道的所有神都学地藏王菩萨这样发菩提心？因为你已经到天界，用地藏王菩萨的本愿功德精神去跟他们说法，有那个时候你就是地藏菩萨。所以南无就是完全身口意的融入，完全身口意的学习。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不要再做女人了，好不好？不要再做男人了，好不好？啊，凡所有相都是虚幻，无我相、人相、众生相，也没有说我要、快或短的无寿者相，完全融入，完全融入。南无阿弥陀佛，嗡嘛呢叭咪吽，南无地藏王菩萨，你就学习这样。所以各位今天晚上回去要很认真，好不好啊？认真，赶快进入这种状态。然后今天晚上回去要干嘛？来度家里的人，开始善巧方便，功德回向给他们。把你今天听到的哪一段觉得很好用，赶快给他。他不听呢，回向给他，对不对？然后你要这样做。啊，你都没有事了，赶快再思维经典啊，思维经典，哇，今天一亿倍呢，睡觉睡短一点，对不对？能够不断的思维，明天呢充满法喜，还要念地藏经呢，对不对？
哇，还要再放生烟供。我们占乐法师安排得很好啊，天天烟供，天天点灯，天天放生，晚上他们还要去大烟供，要不要参加啊？啊，风很大哦，那个风可以吹远一点哦，所以明天要带多一点食物来啊。所以我想在这边，我各位你要把自己安排得非常的有力精彩，而且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好不好？不要做别人的奴隶了，一个人都快乐，去爱所有众生，家里有人那是你修行的助缘，而不是你的困扰。你对我不好没关系，宵夜上我对你好就好了，所以，但是你不要去为了这个事情去起心动念，浪费我们的念头，了解吗？像我这个人平常很少讲话，因为我停下来我就可以念很多咒，我可以度很多众生呢，我干嘛这边聊是非啊？我干嘛去乱想？就这样，因为我每个念头都有佛的念头在我身上，我何必去浪费我的念头？除了睡觉，所以那你要把自己变成如此，那你就你把自己给超越了，把冤亲债主超度，你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来，大家来做菩萨，好不好？华莲要出一点菩萨了，不能光证严法师专美于前啊。但是要以他看他起啊，以他为起，然后能超越他，好不好啊？要如此，所以我就是这种心态，所以我走到哪里是一个核心人物，因为我愿意承担，我不会说看不起自己，我也不会骄傲，但是在每一个事情我都很认真，因为我做得到，我应该要去做，而尽力的去关心这个公司，尽力去关心这个家庭。为什么？当你很尽力去关心他，你会了解他，诸佛菩萨会让你了解他，那你能够把这个家庭所有的经验成为你的经验去帮助对方，因为你用心，你就可以得到他的经验，你也可以帮助他。但是千万不要与我无关，我是来买饼的，我管你赚不赚钱啊！所以你要问老板赚不赚钱，一顿多少钱，厨房在哪里，你什么都你要关心，菜好不好吃，生意好不好，这是卖什么，那个是做什么的，因为你要处处关心了。缘所有众生，我们的动机不是自私，我们的动机是希望对他有帮助，所以能够出家很好，不能出家一样做菩萨都可以的。好，阿弥陀佛。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各位，天主是爱，因着爱创造了我，所以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爱。慈悲没有敌人，慈悲不可能对立。Pasar por otras personas es el primer modo de amarlas y de estarles cerca de manera completa.
愿我们在这非常时期，除了做好防疫工作，也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启动，为世人来祈祷。佛光有爱，同舟共济菩提世间，慧眼无情，菩提善心，悉能普尽。借着圣母玛利亚她的转导，让上主的力量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谢谢所有的关心我们、陪伴我们度过这困难的时期的人们。我们看到许多英雄，许多菩萨，就是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耐心地照顾病患。仁慈的天父，求你拯救那些因着新冠病毒去世的人，并使所有遭受感染的病人早日康复。抗疫之路有我们同行，你是不会孤单的。我们也特别为世界国家来祈祷，尤其是执政者，求主赐给他们睿智、远见、毅力、信心，相信医疗人员、政府部门，世界上无论在怎么样的困难，只要以慈悲智慧来面对，互相帮忙，很容易的就度过这种难关。这世间呢，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它永恒在变化，不好的状况有一天也会变好的。上主，请将病毒从地上扫除净尽，用你的善心、善念、善行来转变眼前这个灾难。我们要发现我们的信仰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我们的责任。新冠肺炎疫情早日平息。啊！以友情，以爱，以团结，与合作。没有责任，没有责任，我们要把勇气、热情注入在我们的生活。每一个人，不管是咱捌还是不捌，咱都安尼在虔诚、清廉、观世音上。摄受众生，是为我等祈愿所求。不要害怕，耶稣爱你。没有任何事情能胜过耶稣对你的爱。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加油！加油！水转，与山水转。
感谢天主教的善国喜基金会还有佛光山来共同举办活出爱有您真好这个系列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应该说在过去我们跟善国喜枢机主教因为星云大师他们两人的友好的一小步也促成了这个宗教融合的一大步，所以一直以来我们跟天主教一直有着非常好的友谊。那么过去曾经在佛光山也举办过大家的路跑，也从佛光山跑到征服山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那么今年原本要举办祈福之路，但是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后来不得不作罢。但是呢，宗教界总希望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安定的力量，所以这段期间呢，由天主教善国喜基金会跟佛光山呢又共同的携手来举办这一场的活出爱有您真好。顾名思义，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多一点温暖，多一点鼓励，活出爱。透过各位许多的这些无论是神职人员、神父甚至呢法师们他们的助导，总希望带给社会是一个祥和的力量。当然在这几天当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的社会贤达，这些知名的人士，他们也站出来纷纷的替台湾普遍的大众来打气来加油。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大朋友都纷纷的跳出来要向第一线的警消人员、医护人员说声谢谢。台湾的社会因为有你们真好，也因此我想这一系列的节目我们都希望透过短短的时间既能够聆听到每一位这个对我们的祝福以外呢，我们更能够也感受到这个台湾是有爱的。我们透过这么多的人们为我们来祝祷，相信台湾的疫情能够尽快的过去，也希望大家迎来的是一个喜悦的，是一个欢喜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新的社会。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期间，尽管在家里，就当成是一个沉淀的机会，也是一个闭关，让我们自我内省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我们都希望台湾更好，大家一起加油。活出爱有您真好。在台湾目前新冠疫情严峻的时期，连续十天的跨宗教线上祈福活动今天圆满告一段落。特别感谢许多佛教、天主教的宗教领袖、神父和法师们的带领祈祷，众多的社会各界人士热烈共同参与，不同宗教所呈现的祈福方式虽然不一样，但是大家所强调的核心价值却是一样的，就是慈悲与爱。天主教常说天主爱每一个人，天主是爱，哪里有爱就看到天主的临在。面对疫情的困境和伤害，慈悲与爱就是最好的解药。人无法升天，我们要跟天和好，跟大自然和好，也要跟人和好。我们要依靠我们信奉的信仰，我们要谦卑反省谦善，我们要努力寻求走更好
更有意义的路。我们相信我们所信奉的信仰一定能够带我们走出困境，迎接一个充满爱的新世界。活出爱，我们生爱真好，和你真好，活出健康新生活，同岛一命联合抗疫，台湾加油。警戒来到第二级，现在已经进入社区感染了。宣布双北防疫警戒从提升到三级警戒，各级学校统统停课，各地的宗教寺庙是暂时不开放入内参拜。积极的跟宗教团体啊，请他们先暂停大型的宗教活动。了，在下个礼拜一开始要开始进行分栋分层的上班模式，大幅使用的是视讯会议的方式哦。好，停止办理公开的活动，包含。有可能是竹科场，有可能是南科场，现在尽量避免大家一起跑来跑去，要搭高铁，有一些接触。会想家吗？会啊。妈妈只能拜。好，要拜哦，要听妈妈的话。老爸回家再带你们去看球。等我回家，抗疫加油！很爱你们哦。什么才是快乐？
爱守护台湾。活出爱，有你真好。活出爱，有你真好。疫情一定会过去的嘛，好，我们大家同舟共济啊，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的挑战。我们能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然后放慢你的生活的脚步，回到自己的内心，成为你自己。彼此要分享，彼此呢要有信心，能够互相得到支持，把善良传递下去。我们也可以看到希望，最后大家一起达到那个终点，相信明天会更好，平安健康吉祥圆满，知足感恩祈福，请大家加油，一起加油，台湾加油，抗疫加油，活出爱有你真好，活出爱有您真好，活出爱有您真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要做好防疫工作，爱人嘛得爱五行，也就是说我们人要不分你我他，也不论何时何地，更重要的是要有神有天主的保佑跟祝福。善国喜基金会祝福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心灵平安，天主保佑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吉祥，活出爱有你真好，花宗教的线上祈福，不管是宗教或是社会人士，都把最真心的祝福来祈愿大家能够在疫情里面呢，活出最好的自己。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份心，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活出爱，有您真。